怎么了？叹什么气呀？我老公太有钱了，整天那么多小姑娘跟他眉来眼去，万一哪天他出轨了怎么办呢？这还不简单，我有个方法。真的？什么方法？把他换掉，换成我，我穷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看一下最后一道题啊，最后一道题稍微有点难度，谁会？来，坐最后一排戴眼镜那位同学，你回答一下。老师，这道题选 B。这他妈是简答题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